个？对，有伤。要种的还是怎样？不是，它的球茎可以吃啊。可以吃。对。看看有，真的吗？你们知道臭酱草，它的球茎长得什么样子吗？好，我挖一点。不是，我帮你们。就是酸酸的嘛，就是、啊。对，没错。算的就是酸酸的嘛。这个三片叶子。我教你们哈，教你们，你们野外求生又多了一样东西哈，就可不会饿死了哈。可能只知道它的叶子可以玩它的叶子啦，就不知道它球茎长得什么样子。林东，林东，林东。一定要让他们大开眼界，它长得什么样子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这都在石头里面找啊，很难找吗？不会，那个他们都砍掉了，所以比较不好找。啊，金不是在土里面，怎么会被砍掉？它的叶子啊。哦。那再点一个。哦，这个这个，你看，这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它的球茎大颗哎，一只，不是每一颗都能有那么大颗，不一定，哎，对，那你们运气比较。